不错。哎，要不我还是换一件吧。挺好的呀，我爸这件外套你穿上刚刚好。哦，是吗？我也觉得挺合适的啊。行了，来，把这个装备带上。啊？这个就不用了吧？擦汗呀，有备无患。这个带着。这个真不用了，我是去砍竹子，不是去刷厕所。行吧，那就先扔里边。把这个护框背上，来。啊。得放工具呀，你不背它怎么办啊？行。把这个带上。哎。哎呀，你往高点扔。就扔了一回吧。你好，你谁啊？他好像是个哑巴。Peter， 怎么能这么嘲笑别人呢？快跟他道歉。对不起啊。小雨橙，小雨橙，老肖，小雨橙，爸爸，什么打扮啊？走走，你这个忘拿了啊。好，小心。好。夏雨橙，要准备干嘛去啊？巡山。巡山还带刀，怕山上有老虎啊？好好玩啊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林爷爷都告诉我们了，怕要去厕所沙发。好了，走了。走吧。我像不像大侠？你小心刀。他刚才被自己砍倒了。哇，把这个也掏出来。小雨橙，扎到了啊？没有，没事儿。小心点儿。哦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喝一个啊！来，一起一起一起，来来，小朋友，来来。来，吃这个，吃这个。哎，小橙啊，哎，这个冬瓜呀，是我结合了30个地区的品种，最后杂交出来，你尝一尝。行，我尝尝。确实好吃，是吧？小肖啊，你也尝一块。好。你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扎到了？没事。不行，这得消毒。哎呀，扎个刺儿，拔出来就完了嘛。不行，这得消毒。走，处理一下。真不用。想当年呀，我跟你妈打家具的时候，就是拿这个手，我都不知道被锤子砸过多少次，我砸过一下眼睛吗？不是林叔，你这不一样，人家这个是求关怀，是套路。你看你，林叔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来跟你讲啊，他当时搬到林夕家对面，说自己不会收拾家，让林夕帮他收拾家，你说这不是套路是什么？不是我。行了，得处理一下。你不心疼我心疼。哇！哎，这个套路我怎么不会呢？哎呀，文丽，我这手怎么也疼上了？叔叔，您学的太快了。哎呀，我膝盖也有点疼。是吗？哎呀，怎么办呀？你俩坐吗？什么？哎，其实就算你不坐这个沙发，我也认定你了。哎呀。疼啊！不是，这话我应该录音啊。讨厌。哎，这真疼啊，真疼啊。我给你呼呼。不疼了吧？好。其实这事儿怪我应该提前跟我爸妈打招呼的。这事儿不怪你，
是我自己贴着要来的呀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要跟着来。其实呢，我就是想回家休息休息，充个电。让我看看充满了没有。充满了。回来一看到乡亲们笑呵呵的那么热闹，抱抱我爸，跟我妈聊聊天，还有你陪着我，我觉得好像突然我就可以了。我终于知道你能量的秘密了。什么秘密？你看啊，你生活在这么美的环境里，所以才有那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，就跟小强一样。说谁是小强呢？你才是小强。对对对，我是小强，所以我更不能认输了。三天之内做完沙发。你确定你真的要做？必须的。好吧。行了。今晚你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一大早就去西山竹林那边。为什么去西山啊？老林说西山那边的竹子比较温柔，不会划伤你的细皮嫩肉。你看，还是咱爸心疼我。这么着急叫爸，你还没脱过好样呢。